阿秋，以后我们移民到台湾生活怎么样？为什么去台湾生活？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话，他的教育会比较好一点，比大陆。对，因为你看现在像老公这一代啊，老公这一代的话还可以，大概可以看这个繁体字啊，嗯，就是古代的经史子集，嗯，就是那些圣人写的那些著名的著作啊，嗯，还是那些有名的经史子集啊，老公还可以马马虎虎可以看了，马马虎虎，对，大部分都可以看没问题，但是也有一部分不认识了，嗯，但是如果是因为老公呢这一代还是受了就是父母的影响，嗯，因为老公的父母啊，他们小时候还是全都是写繁体字的，嗯，他老公的爷爷奶奶啊，还有这些邻居啊，那些长辈啊，嗯，叔叔伯伯他们都还是写繁体字，嗯，所以老公小时候特别是逢年过节看他们写对联，嗯，然后耳濡目染，嗯，老公这一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这个简体字了，拼音，但是现在的这些新生代，哦，很多他都不认识，是长体啊，长体，对，简体。不过老伯感觉什么，我还没有去过台湾呢，我们可以先申请去旅行，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台湾生活怎么样，是人怎么样，是这摸准怎么样，没准环境啊，环境怎么样，还有是裸安呢，这个怎么样，对吗？还有是我知道这个很多是女的去台湾做工作然后结婚，是台湾人呢，嗯，不过我还没有去过嘛，对，我要是自己感觉这个生活怎么样，哦，自己去看看，是的，对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有机会，我要现在去台湾前，然后后来我有孩子时候帮他去啊。是，我们可以现在先去那边看看，然后感觉你要感觉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考虑移民到那边。不过老公，你去台湾生活没有什么麻烦吗？没有问题啊。因为你是大陆人吗？老公可以从越南申请去的。嗯，一样啊。对啊，因为昨天老公的工厂不是给以前工作的香港人的工厂，嗯，给老公打电话了，嗯，他的工厂重新开了，嗯，还让老公回去做厂长，嗯，所以的话在工厂里面如果是台湾的朋友写一个邀请函就可以了，可以去考察，去考察，对，可以申请，通过公司就比较容易。我这个有一个是什么办法，就我可以去台湾就去留学生吗？你留学可以，老公这么大，我学，然后你可以怎么，然后我感觉这是生活什么样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听他们讲，不管是哪里的人，只要你在台湾生活六年，你就可以拿台湾的身份证。哦，真的？真的。不过老公，嗯，我可以去台湾，然后我找工作吗？找工作啊？你的专业应该可以找，没有好有坏的工作，慢慢来。不过因为我去工作有一个什么特别。嗯，这个台湾那里啊，世界我可以做很多，不过在中国大陆我不可能做这跟我的工作，因为我在中国大陆他们用这个百度或者抖音，嗯，或者很多很多，嗯，很多 APP 在中国，是，不过我在台湾他们都是用物哦吗？和越南一样吗？啊，对，对吗？比较方便，是的，是啊，一个比较好的办法。嗯，好的。然后去考察一下，看看怎么样，深度旅行一下。老公，人是很多，是
朋友是台湾人吗？有啊。有啊。对他们介绍很多各种美景啊、美食，还有政策啊。嗯。还有老公如何可以到那边去。但是最好的是我们还是先是我们先自己深度旅行一趟，详细了解一下、嗯、然后再做决定、嗯、哎，先考察，然后觉得好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移民到台湾生活、嗯、对，这样我们的小孩以后就可以接受正宗的啊这种国文教育、嗯、以后他们就不会像越南人一样看不懂以前古代的汉字、嗯还有看不懂古代的这些史书，一样是文化中国、嗯、古代，我可太棒了。是啊，我以前我学是文化、嗯、我这个学文化在大业吗？大学、嗯、我和学一样是文化在中国，这印度啊，印度哪里？印度、嗯、我和这文化太棒了。是啊，在跟生活在印度太麻烦了，因为我很怕，因为在不安全，真的不安全。还有就这个呢，妇女、嗯、女人在印度啊，他们不可能保护，对，这个重要，太危险，重要就重要在，女人在中国或者台湾可以保护很多嘛，对吗？对，法律保护嘛，尊重嘛，对吗？尊重是的，对吗？很尊重。嗯，因为这个文化，我还有你们现在都用繁体都用繁体、嗯、然后可以读吗？对，读，然后可以看是以前对吗老人家说什么、嗯、然后老人家记录的那些对古代保留下来的文献，对，很多很重要的资料，资料嗯，比着别的这国家什么太棒了。你看你的家谱里边那个祠堂里边，对不对？对他们就是，我现在看不懂了，他们就是从用汉字写的、嗯、什么时候从福建然后迁往台湾，最后又移民到，先是到海防、嗯、后来又从海防迁到南定。对，那上面老公看了300多年了，如果你会汉语你就可以看懂了，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很难，因为现在很多老人家可以写，问他不知道这个字什么意思，你懂了没？明白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他可以看，不过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们知道是福字禄，嗯，对吗？是啊，像越南也很好的保留了这个福禄寿文化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、哦，好的，对呀、啊哦、OK， 要单边没爱呢，拜拜。OK， 现在准备走了。OK， 我们准备走了，拜拜。